他是早晨8点左右，他就已经发现他媳妇在那个对方的车里了，啊，然后他就给他媳妇好发个微信，说你在哪儿呢？媳妇说你猜，对他俩就是前后车，啊，这小子当时就急了，就开车就从后边俩就是奔前面的车就去了，那个女的跟那个说是我老公的，啊，那小子开车就是溜他就撵这个途中他俩撞上两下子。结果人行道上了，这小子下车就是拿一个那个铁棍子就去打前面这个车，完那小子就开车往后倒地要跑，这小子就趴在车底盖上，一直撩出得有个几公里，完前面站个车，一下撞前面车上了，完这停站了。